Gentle is the rain. 北宋淳化年间，宋太宗曾命人将内府所收藏的历代书家作品编辑摹刻成十卷法帖，称为淳化阁帖，供人欣赏和学习古代书法。此后仿效和翻刻淳化阁帖的做法迅速兴起，各种形式的刻帖纷纷面世。在照相印刷技术传入我国以前，摹刻法帖是保存传播书法作品最常用的方法。而对于那些没有条件亲眼见到古人真迹的广大书法爱好者来说，法帖则是最容易得到的临摹范本。宋代以后，学习行草书的人主要依据的便是各种刻帖，所以后人将这种取法途径以及相应的风格特征称为帖学。在帖学书风的笼罩下，行书在元明时期获得了长足的发展，并由此产生了一批超凡脱俗的行书大家。元代最负盛名的书法家首推赵孟頫，他的行书以二王为根基，后来又下功夫研习唐代李邕的书法，在用笔技巧上极为熟练，一天能够书写一万多个字。赵孟頫在书法主张上追求复古，曾提出用笔千古不易的著名理论，在当时影响极大。由于他是宋代皇族后裔，进入元朝后又受到蒙古统治者的高度重视和礼遇，因而成为元代书坛的领袖人物。其书法风格典雅从容，流畅美观，在当时和后世都有一大批追随仿效者。进入明朝，擅长行书的书法家层出不穷。明代前期成就和影响较大的书法家主要集中在江浙一带，尤其是生活在苏州的吴门派书家群体名声最为显著。这些人的行书大都受宋人影响，如专学苏轼的吴宽，喜爱黄庭坚的文征明，以及祝允明、唐寅等，都是当时书坛上的佼佼者。在这种审美风气的熏陶下，帖派行草书法达到空前的繁荣，并孕育出董其昌这样的集大成者。董其昌与宋代的米芾和元代的赵孟頫一样，也是一位天分极高，同时又非常用功的书法家。他一生将赵孟頫作为追赶超越的目标，所以在学习前人技巧方面也是转意多师，兼收博取，尤其是对唐代颜真卿、李邕、五代杨凝式及宋代米芾等人的书记心魔手追，临习不辍。他的行书运笔娴熟圆转，节字清秀洒脱，能够在不经意间达到一种轻松淡雅的艺术效果。董其昌在当时官居高位，年寿又长，而且与江南的大收藏家都保持着密切的关系，
由此在明代后期书名遍天下，影响一直延续到清代前期，成为帖学书风发展过程中的一座高峰。元明两代，太湖周边是中国经济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，有影响的文人和艺术家大都集中于此。特定的自然环境与文化传统，使江南书家群体形成了典雅秀逸的共同审美取向，作品中散发着浓郁的书卷气息，成为中国古代文人的典型象征。与此同时，相同的取法途径以及风格趣味，也使行草书艺术逐渐显露出单调雷同的不足。再加上清代康熙、乾隆两位皇帝的先后倡导，所以直到清朝中期，书坛上流行的仍是赵孟俯、董其昌的流风余韵。如乾嘉时期书名显赫的张兆、刘墉、成亲王、永兴及王文治等一大批书家，走的便都是帖学书风的道路。从清代中期开始，许多书法家不满于帖学书风的单调雷同，于是转而取法刚刚崛起的北朝碑刻，将碑刻书法奇绝古朴的特点移植运用到行书创作中，从而极大地拓宽了行书的风格种类与审美标准。到清代后期，碑派书风已经广泛普及，先后涌现出尹炳寿、何绍基、赵之谦等众多的杰出代表，他们的行书立足于碑刻，在点画的苍劲声色和节字的雄强奇异上都进行了极度的发挥，作品面目新奇多变，为整个书坛带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。他们所开辟的探索途径，在近代以来获得了不断的继承和发展，直到今天，仍保持着方兴未艾的蓬勃之势。